龙背乡东明社区长期推动社区营造，除了记着代表朝安客家的开嘴狮为主题所设计公园，今年伊嘛计划要以着龙背地方的产业牛奶为特色，重新来打造一个场所。一方面会当予居民来遮休闲，同时也加强了社区的特色，整个社区看起来会当更加美丽佮精致。仑背乡东明社区长期推动社区营造，将无用到的空间做规划和设计。现在社区内除了有交安公园，今年伊也计划以仑背在地产业牛奶为主题，为社区增添风采，也整个环境更加舒适。这个将来嘛是挖这个客观啊，游客真多，所以吼，阮就转志工台发动当日啊，把这原本的脏乱转来甲整理。啊，整理出来时阵，因为你整理吼。甲种一个花草无甚物款诶，无甚物水，啊，所以阮最主要是爱主题，主题就是阮是这是乳牛诶故乡，所以阮就要甲这个园区打造一个仑背式乳牛的故乡。因为东明社区的执行长林坤辉本身对艺术真有兴趣，即摆伊就用雕塑的方式打造一只牛的艺术品，时到将会放伫社区和游客欣赏，希望去看到的人会当马上和仑背乡做连接。啊，这牛是最主要是讲，人讲主将诶，主牛诶。我就转搞这竹浆拍拍了后，转凹迄个坑，转原本转个围起来了后，这开始一个折射，才成乳牛。好啊，所以这乳牛我转甲这个做些热热包，写些东明鲜乳，可以扛底下，哎，比较有主题性。社区要推动，可是民众的支持甲帮忙。现在东明社区伫居民的共同努力下，规模愈来愈大。环境更加整洁，和导致社区工作的大家真有成就感。啊，我们就是由一个脏乱的一个荒地，然后把它建设起来，让大家有个游憩的地方。嗯，自己把这个地方整理好，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什么感受？有啊，大家做的很有成就感。啊，阮都拢退休吼，啊，闲闲无二张，啊，你啊社区吼做个水啊，闲就来遮那摘时啊，创啥要安那时来遮行行那散步。我感觉足好诶！新员斗阵用心付出，那让人感觉到社区无同款的所在，也将交安客家的人情味加入当中，让大家伫遮联络感情，快乐生活。记者陈建华采访报道。